有一次呢，就家眷呢，他们有一些很苦恼、很苦恼的事情发生，然后他就一直哭泣，一直哭泣，一直哭泣，然后就说了很多他很委屈的话，眷属嘛，那讲的听起来真的是哭是有道理，他的哭是有道理。然后我就坐在那里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就要忘我，完全忘我，进入他的世界，然后眼睛泛红，有泪水在里面飘，他好满意。好，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这个苦我能体会，那这个上面要怎么办，那你放轻松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终于你回来了。同学听懂吗？人间的菩萨，我本来是个外太空的修行人，然后后来他说你回来了，他才听进去。同学这样有了解意思吗？这样有了解意思吗？啊，那个时候，当你能渡起他来的时候，才真实不虚。那我们刚刚的，就是完全忘我的进入到他的世界。他的狗儿生病了，他的猫儿生病了，他自己也生病了。比如在这些故事的时候，他讲到那些苦厄的情形，你必须进入，你必须无我的进入，而进入跟他一起，再把他带出来，他觉得你是一个人。然后你说的东西是实质的，因为你懂他。当然我们不会跟他懂说，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知道什么叫苦啊，因为那些当你修行到某个程度，那些就不见了，那些东西回不来，他回不来。所以修行里面他有一个点，同学你必须知道，当我们修行呢，你过去的苦厄在你体悟觉性起扬觉悟的那一刻，那个苦厄就不见了，他不会回头，他不会回头的，不会。因为过去的那些苦，当你打破，知道它是五蕴的结构，那是无明的，你是体证的状态之下，那些苦都回不来。曾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折磨，那些都只有一个故事情节的描述，而不苦，不会回复到那个苦。那如果这个才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真实不虚的度一切苦厄，也就是你真的体得清净法性的时候，苦是回不来，是度一切苦厄。那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模糊的模棱两可的情形，也就是啊，我现在知道那因缘法，可是想到那件事我又苦回去了，想到那件事我又心里又难过起来了，就是过去的故事情节可以那个时空可以拉到现在啊，那个就是人的意识的一种伟大的作用。当那些苦跟那时空还可以回来，你还在苦的状态之下，这个就是没有悟，这就是没有照见五蕴皆空。所以空的体得，就是你的修行这上面，它不会逆回去，它不会再回来。所以修行要肯定，肯定可以觉悟这件事，要肯定这些苦最后它是虚幻的，你要照佛法这样去体证。这样，众生呢，自无始以来，乃至到于今日今时，都是秽恶污染无尽的，秽恶污染没有清净心，众生就是在这种状态，所以虚假常伪无真实心，他的心永远其实在飘荡的这外界的东西，被包装着，他看不清楚。那佛呢，他就是用清净啊。清净的佛性啊，如来悲悯一切苦恼的众生，所以他历经不可思议的这个阿僧祇劫，就在讲啊，
多少节多少节，我就讲三到二生七节啊，历经很长很长的时间行菩萨道，然后修行来帮助众生，一念一念当中都是清净，都是真心。那就是这一念清净心，可以让我们看所有的一切清净，而且就是这一念清净心跟那个没有保留、没有范围的意愿，那个就是菩提心，没有拣择，他不会，他会依实相的因缘懂，但是他不会拣择众生，这个要跟不要。所以可以成就圆融无碍、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说之智德。所以如来智心回施一切烦恼恶业，邪智之众生海，则是张利他之真心，故一概无有见杂。所以佛在所有利益众生当中都是真心的，因为我们就是有虚妄之心啊，或是安住在自己的状态。我刚刚举例那个是很糗的一个事实，也就是我自己修行上有点突破，然后看到家人家眷的苦，我苦不进去。这以二乘人来讲，那就是我在彼岸，你在此岸嘛，就是两个相遥遥相对，然后也渡不起他，只能当他的垃圾桶，他也不是很满意，因为他不同境界。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是自己住在自己的境界，这样听懂吗？那刚刚的说我住在自己的境界里面啊，苦不进去啊，这个是在自己境界说。自己境界说，那你有没有菩提心？你也想帮他，可是你帮就不贴切，没有办法跟他。你要把垃圾粘起来，你要把垃圾带出来，你是不是要跟那个垃圾有所接触？对不对？因为有接触才能把它粘起来。这上面如果有屑屑，你会不会去接触它的把它粘起来？这样的意思嘛。所以修行人来讲，你要真正度化众生，你必须跟众生有所接触。但是开始你可能被他拉着走的时候，你要先自度，你要无间的无始的去修，那能够度化众生到什么程度，这上面一定有某种接触跟某种磨练，到最后最好的方式出来啊，所以是真实不虚啊。那最后一段经文，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这一段呢，就是一般都是不解释的啦。所以啊，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就讲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勉强的解释这段意思，就是到彼岸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快速的到彼岸去吧，能够证得如佛一样的无上正等正觉。那这样子，就是心经的大致上的意思。那进入这个心经的第二轮开始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到成佛会历经多少的过程。知道苦集灭道，道就是办法，就是拿来修的。而在修行的过程，我们会历经有五个方向，这是大乘阿毗达摩论里面提到的。当我们修行一开始是聆听了一些法义，而这些呢是知见的建立，总是从懵懵懂懂世间的一些想法、价值观、教育社会环境建构起来的这些思想，知道在佛法真正要说的是导正，也就是我们必须很努力去比对思维，然后清楚的知道自己这上面有一些真的是不足的，而这整个知见的建立、讯息的搜集的过程，无非在精神层次叫资粮道。那
真正这个资粮的汇集，也就是你在收集、了解、比对这些生命的这个价值、思想的这些同时，你一定会有一个自我冲突。那这个冲突是惯性的问题，也就是长久以来你认为的事件，它的想法是架构于利益，就自我利益跟自我保护的角度。这里面呢，也有看到一些负面的那种苦处，这些负面的痛苦或是瓶颈，会让我们真正对于佛法里面所谓的业果这个部分，不能不去正面的思维它。在这个业果的思维过程，如果有意愿者，他会修正于自己生口意的行为。那这个呢，事实上开始都是从善的角度，他并不是真的站在我们了解我们有亲近佛性这个角度。那今天如果是站在一个资粮道，那资粮道会去比对跟思考这些呢，真正是如佛所说的那般，这些可以摒除吗？我这些可以消化吗？我可以超越吗？其实这上面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是很多冲击的。我相信修行啊，大家如果不是一年两年，都会去看到啊这上面的内心跟环境里的冲突。说到这个资粮道，如果你今天资粮道不是站在善法上，你今天的资粮道是站在本觉，也就是清净觉性的这个点去看所有生命的东西，那么这个资粮道就跟加行道两个合并而成为能够见到的方便。那话说啊，如果我们真正懂得每个人清净的这个东西，清净的这个觉性从来把握着很好，从来没有丢掉，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外来的是是非非，它不是体性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你生命真正要修的是这个体性，这个体性，用这个体性来看世界，用这个体性来修正所有的错误，那么这个速度将是非常的惊人，这是不可思议。有的人呢会看到所谓思想上的一种习性，会有坏念头不断的涌现。当世间有一些冲突现象产生的时候，自己的位置不断的在追寻，一直要去肯定自己所思想的是对，所言谈出来的是真理，所要大家服从跟随着你这样想法，这样的理念去做的是一种力道。当你看到你自己这些是一种虚幻的时候，那么你就真的进入了加行道。那这上面我们在讲到这个加行，加行也就是你不断不断不断的用清净的体性这个点来比对，来排除，来消融你外来的这些想法。这些东西它是无常的，体性的东西它不变异，但是你外来的这些想法，你这些看法，你这些感受，其实它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所以它不是本体的东西。它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能指认它，你能指认它，所有一切的发生，先看到内心这个杂染的东西，它是虚幻，把这个东西呢
去看到它是不实在。那这个就是心经的第一重，这个第一重就是看到我们本体，看到是可以清净的，而要体证这个空。那如果不断的加行，不断的用功，这个时候一定会现证空性。那这个现证空性就是你前面资粮够，然后你的用功程度够，自然能够现证这个空性。那这个时候叫见到，就是见到位。这个见到就讲到，在经论里面讲到，这就是出凡入圣。这个出凡入圣只是看到清净的这个佛性，但是它的作用力还不能完整的发展出来。简单说，生命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要检核跟要厘清的，所以要不断的不断的练习。这个跟加行道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站在清净的体，而看到习气或不明白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在练习用空的这个智慧，这个空的智慧不断的练习，这个熏习，这里面练习练习就是叫修道，因为你已经碰到了清净的觉性这个东西，这一段叫修道。每修一个突破点，你每获证一个肯定，而这个空的智慧不断不断的完成，不断的不再动荡，而呈现一个稳定的情形，那这个时候所证得的东西就叫波瑞，就是空的智慧发展出来的经验。那这就是处理所有一切的智慧。那我们讲到修行心经，它要讲的重点其实这五个位阶都有的，所以隐附在背后，它讲到你这个修行者，这个行者不断的练习熟知这个空性，它不是瞥见空性，它不是刹那即逝，而是安住，一直安住到你能够达究竟道，也就是真正住于觉悟的这个涅槃境界，这个就是最后的佛果。所以心经呢由260个字开演出来，照见五蕴皆空，当然它也是头也是尾，它也是开始，那也是果。那照见如果以动词而言，这个照见是在讲它的运作，也就是加行的部分。那这个加行的部分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而这个空的体会深浅有所不同，基础上如果能够真的体证了解这个就是佛性，那么就是属于见到位。那如果是暂时的瞥见空性，而没有办法真正在这里面可以拿来运作在全面中，这个时候可能还得退回去再加行再加行。好，那心经呢是不是具备了这五个层次修行的位阶？是的，不用怀疑。因为到最后呢是无智亦无德。无智亦无德，最后是住于觉悟之地。那我们讲啊，修行真正发生这个重点，也就是见到位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呢，他必须进入一种定当中，这个叫做心一静性，也就是禅定的功夫。行者在资粮位的时候，对于空性了解其实都是所谓一种概念的，它是思维的。比如你在开始照见五蕴皆空，对于这个空的概念是由语言跟文字的带引，而自我强迫
有的时候当然会反观说这是空，强迫自己认识这个空，强迫自己去放下。那这一点努力是很可喜的。当然最后这个强而自我要去肯定这是空，有的时候哎，还是会有稍许的不耐烦。纵容自己，偶尔让自己像一匹野马奔驰而去，在世俗的里面有一些这种惯性的那些行为是大有人在。所以修行最感到无力的就是这个点。好，那我发现这个点要跨越多久，那就是关键在惭愧。它的关键是在惭愧。你说惭愧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们讲惭愧忏悔，它与外界是无关的。先不谈外界给予你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惭愧忏悔这个是在看你内心的动荡。而你内心的动荡，比如这是一个动荡的过程。现在在讲啊，这个点就是动荡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动荡的讯息，动荡中你会看到你的心在荡。啊，这个荡是因为人事物而荡。你是因为这人事物跟自己的关系，跟自己的标准不是吻合的，跟自己的理解不吻合，所以你动荡的是就于人事物来显现你动荡的状态。是不是就于人事物，你有人事物的相状以及心理的状态，心理的那个动荡不安。所以当惭愧忏悔就是读你这个动荡的状态与外界我无关，而是先读自己惭愧忏悔，忘记本来无一物，你忘记这些空的东西，这些动荡的东西是虚假。所以惭愧的深度无声，这个悟无声是在看到里面的这个动荡，而这个所有的人事物的这些东西应该一并知道它是空幻，空花是空幻。就惭愧忏悔这一点，这是心经的忏悔法。跟我们所谓你现在有个意外，或是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所以有了一个果报的那个惭愧，就事而惭愧的事忏是不一样的。现在要讲到真正我们的见到位的这个点，它发生在行者修行者的内心状态，要住于心一境性。那心一境性就是这是空性，我应该安住在空性中，不再是思维法，不是思维法。那这些动荡的这些东西，我惭愧，我忏悔，我知道它是空性。当我把这些东西真正使用在这个点上，外界的这些是与非产生出来的相状倒不是那么重要，它需要去处理，但处理中已经不是某一种坚持，而是一种全体全面的实相应该怎么做，这样而已，不夹杂个别强调的某一种绝对，这样了解意思。所以真正位阶的转向，刚刚讲从加行道进入这个见道的时候，他必须看到浮动的东西，了解空性，了解佛性毕竟空，这个觉性是不杂染的。所以这个地方深深的无声忏，这个就能够对空性有深切的体证。那如果你是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对于空这个东西已经稍有经验，稍稍的有这个觉察性，那这种呢发起菩提心，
要利他，利他的任何行动、思想跟行动要启动的时候，就会安住在空的这个正理上面。安住空，这样子直接来采取行动，那跟你偏真的空是不一样的。以偏真的空来讲，它只谈到这个道理是空，而行为是没有能力的。那对于所谓我们心经所要谈的啊，心经是菩萨法，心经是菩萨法，它不是二乘法，因为它后面有讲菩提萨埵啊，所以呢，深入了解空性，都会让自己在这个资粮道能够增上，在加行道能够去向圆满。到见到位呢，能够发起出离心以外，能够发起菩萨行。这个菩萨行啊，那当然就是安住在空性，产生了出离心之后，然后愿心。这个地方谈到必须有这个愿心，你这个愿心，你才会有意愿跟能力去处理所有，否则它就像一扇门。它就像一扇门关掉了。所以培植大悲心，必须先了解空的智慧，出离，出离，安住出离心的大悲心是完整的。在世俗心的大悲心是长养无明的。这样理清啊。所以呢，我们在讲资粮位的空性是来自于熏修知见的建立跟学习，要懂得回光返照。那这里面要不断不断的内省，不断不断的思维，然后最后呢，你会很用功，真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入加行位。那入加行位对于空的体会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只是能不能完全空掉爆破而已。那慢慢的越深越深越深，到见到位的时候，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体会。那当下能所双敏，也就是能思维的这个心，所观的这个境完全融合，而是在这里面很明白很明白现证空性。那这个体会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出凡入圣的这个重要的点。那一直在修道的时候，会历经多少的时光、时间、空间啊？这个由菩萨的经论里面都谈到三大阿僧祇劫，那要历时多久？好像遥遥无绝期。其实连时间空间的这个想法也暂时不要去思考它，因为你会很有力道。当你已经走到这个修道位的人，绝对不会纵容自己，不会纵容自己错过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点。这上面在在处处时时刻刻都是在觉观的，那这里面呢，就是对抗习气跟根本无明，照破了，对抗自己的习气跟根本无明，也会慢慢的断除。那最后呢，在知道性空跟缘起是一样的，这里面就会显出佛的智慧。所以开头先讲到第二轮，讲到心经啊，它我们要进入所谓比较应该教义上面的了解之前，先提到，那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心一境性，就是心止住于一境的状态，这种定，而这种心一境性的这个定，那如果说我在吃饭，我也可以吃得很定呢，对不对？那是吃得很定，很定就我慢慢一口一口的嚼，那我米饭一粒一粒的送，那这个感觉啊，这个也是止住于一境，这个定是有的定，
而刚刚提到心经的加行啊，加行的这个定呢，它是止住于空慧的定，安住于空慧的定。那这个定呢，在万般的现象在呈现的时候不为所动，但你知道这一切的变化，就像什么？打比方，再举个例，就像你在坐高铁好了，你在坐高铁，而这车厢里就只有你一个，也没有你熟识的人，也没有你忧虑的时间空间的问题。你坐在高铁上，你的心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清楚，一点也不恐惧，不害怕，也不虚思，也不虚想。但是外界的景物不断不断的现前往后，现前往后。你经过了新竹吗？你经过了你经过了桃园吗？在新竹停下来的时候，你知它是新竹。走动的人群，来来去去，上下车厢的人，对于你而言，明白而不眷顾。到桃园了，依然再停一站，进进出出的人，与你无干而明白。有一个老者或是一个小孩，上车下车，有一个老妇，有一个年轻的学子啊，这些与你都无干，但是也不是你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抽开，这个是安住于空而能够看明白所有的一切，这种的心一静心，这个呢可以周遍推求，但是一法皆不可得。讲到心一静性，是在讲这样的心一静性啊。那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心经的修持里面，它一定有谈到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第一轮都讲过。但所谓心一静性，就是眼不可得识，你眼所见的不可以把它锁定，这是识，这就是对于色法。眼不可得识，耳鼻舌身意，意不可得识。你不要以为所接触的、所看到的、所领会的所有这些东西识而可得，不是的，是一切法皆不真实。因为这就是缘起性空啊，这也就是万象，这也就是色即是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础功。这个心一静性是非常的基础功，这样了解意思。那我们在经论里面都知道啊，一心一切法，一切法一心，心即一切法，一切法即心。这个心啊，它可以变现所有，你轮回也是这颗心，你成佛也是这颗心。但是这里要讲的这个心，是在讲清净的觉性本觉，也就是佛性，这样子读心经才会抓得出重点。那如果你用了错误的角度来看世界，来修持你自己的心经，我看最后你不过可以写武侠小说，或写武运小说，或写连续剧的剧本而已，那不过是在世间的这个万象跟情感里面有某一种比较敏锐的笔触而已，那个不是心经所要直指的最后目标。那这样有清楚啊？那我们再讲啊，现在要进入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这个题呀 它的经题。那这个经题呢，我是采用这个大德，就是宾宗法师啊，宾宗法师的这些要事来给同学做补充啊，也就是我们课本的第12页啊，基础上以这个为脉络来跟大家一起了解心经啊。那讲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8个字，这个8个字是总题。
那上面的七个字般若波罗蜜多心是别题，也就是这部经专用的名称。那最后的一个字，这个经是通题，与其他的所谓的经典都是一样，通称为经。所以以这个总题八个字分四个段落来说它，第一个就先讲到般若，因为这部经最主要就是在讲开发出来的这个每个人本具的这个能力所展现出来的作用，这个叫般若。那为什么用之般若，这是梵语。那为什么经论里面讲梵语，因为印度人呢，他们自称自己是梵天的苗裔，就是梵天的子民，所以他们所说的话叫做梵语。这般若呢，勉勉强强对应到我们中国的翻译，用智慧这两个字，而不使用智慧还是使用般若，因为在中国的这个语词里面没有可以相当的含义的文词可以代表，所以勉强用智慧这两个字。那事实上这也是勉强为之，并不竟然能够全面涵盖般若的实质意。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般若定实相甚深极重，智慧轻薄，是故不能称，这是大智度论里面的一段话。因为呢，我们讲啊，智慧其实还是指世间可以教育，然后我们可以领会，可以表彰，可以说得出来，那你可以有办法表达的这些。那世间人尤其会误解，就认为 IQ 很高啊，这个人呢这个聪明，分数考得好，那学校学业成绩好，这种叫做有智慧。其实这个跟般若是不一样的。那为了要表达这个智慧的特征，也就是般若的特征，还是原用般若而不用智慧，所以翻译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讲智慧心经，所以这是有意思的。那这是古德在翻译里面的五不翻里面的尊重不翻。那如果勉强我们还是要用智慧来了解，那般若就是指妙智慧或是真智妙慧，来作为简别世间人所称的聪明的这种智慧啊，这也是勉强这样去解释。那我们讲啊，世间人可厉害者，或许你是个科学家，或许你是个所谓文学家，那你是个物理学博士，那这个医学也发达，所以我们可以创造飞机，那我们可以知道人类要如何基因改造，那这些呢，这些其实这些智慧真的能够让你明心见性了生脱死吗？其实这差异很大，大家都知道，在座我相信有学士有文凭的大有人在，那请问你了生脱死吗？明心见性吗？所以要真正获得究竟安乐，这个是有般若才办得到的，所以它不是世智变聪，它不是世间的这种智慧。那我们说世间的智慧如果你使用不当，那可能祸害无穷，大家都知道嘛，前一阵子有好多的黑心事件，那也是智慧啊。那你用对了就可以造福人群，用错了，用在邪的上面那就邪了，用在正上面就正了，对不对？所以呢，世间的智慧是利害参半，善用则有益于大众，如果恶用就有害于众生，因为它是世智。而且世间的智是由第六意识，
他所有的生命的经验跟评估创造出来的，所以它是有限的。世间的智慧有限，有一个事情就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是有限的。但是本经心经要说的般若妙智慧，它是自性中显露出来的一种无漏的智慧，是真心流露的，它是无限的，它是离过绝非，纯净无染，为正无邪，没有穷尽的。所以在他没有穷尽的时候，有般若智慧的人不会得老人痴呆症，你就好好修吧。真的是不会得老人痴呆症。哦，那你说世间的博士啊，或者是这些能够创造很多的什么的发明家，会不会得老人痴呆症？不敢保证，对不对？好，那我们再讲到，如果人呢，人类，现在我们是平等的来看我们的这个类别，我们人类如果能够好好的开发，非但能够让自己断惑证真，离苦得乐，而且能够普遍的帮助众生，也能够修行而超生死苦海，能够同登安乐彼岸，这点相信吧。你看佛啊，跟这些大德是不是就是用他的般若智慧来让我们有一个修行的指标，我们如果能够去看到这个，那这个就有意思多了，修行就绝对会有答案。所以他跟世智聪辩，也就是讲世智辩聪是不同的。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啦，般若者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甚者，就是没有再更殊胜的了。这个还就于智慧的层级，把它合并起来来较量它。但般若呢，它不是可以用智慧去比拟的，所以如果勉强要用智慧啊，智慧是有漏的，属世间的。那般若的呢，是我们自性清净中所现前的。那还是要解释一下我们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所有的一切，而且能够认识，我们可以认识所有一切。简单说，这叫智慧。那我们能够达世间有为的所有的事项，我们会懂得它处理的办法。今天如果随便举个水果，柿子苹果，当你看到柿子跟苹果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怎么吃它吗？会，你会知道你要怎么吃它。柿子要不要剥皮啊？有人摇头，有人点头，有人不作态。柿子要不要剥皮？你要看软柿子、那个硬柿子，啊，都要剥。哦，没洗就要剥，洗了就不剥，随你。这个叫智，是不是智有很多种？它答案因人而定它。是不是？这就叫世间的智。那这个智呢，它没有准则。那通达这个事项，只要你个体上面能够圆满的处理你想要的，你吃到柿子的甜味，它是一个水果，那这个你有这个能力去使用它，这个叫智，对不对？但柿子吃到肚子里空不空？啊，在手上空，沾了黏黏的不空。好，吃了等一下消化，离开这个场次，离开这个斋堂，哦，或是你桌上，你上班去了，走在路上，它空了。这种空是相状之来去，对不对？那今年的柿子跟去年的柿子，你去年也吃柿子吧？
今年的柿子跟去年的柿子空不空啊？空不空？去年的柿子也吃了，当然空好久了，那是在位置上的空。今年的柿子刚下肚，还没有空，明天早上才会空。这个空的概念是有无对立空，而波蕊不是讲这个有无相状对立空，它是在讲整体而言，柿子从上古至今，但是柿子从哪个朝代才开始有这个柿子，从哪一方开始产生这个柿子，又是另外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因缘法，对不对？好，那这个柿子它是不是结构因缘法时间空间地点人，好，所有的一切的发生是不是缘起？那这个缘起的柿子，在过去的那个柿子跟今天的这个柿子，去年的柿子跟今年的柿子同不同一个柿子？相状上是不同一个柿子，它的品种上同一个名号叫柿子。那你说不同吗？它同样同种植在这片大地里，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它虽然吸收的营养，一个譬如是在新竹的地，一个是在高雄的沙地，一块土地，距离遥远，你还要付七八百块才可以到达那里，车钱去拿另外一个柿子，但是它同是在因缘法中四大地水火风，同样是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而产生万有的一项，所以它的相状非空，体性无从把握，无一法可得。所以波蕊在讲的空是讲无一法可得，泯灭它定义，而不否认它相状，这样的安然，这样的体证，这样的自在。你会期待明天还有一个柿子吃吗？如果你会期待的话，那真是凡夫一个。就是这样啊，这样听得懂吗？如果不期待它，完全不思考它，也可能是二乘人一个哦。所以菩萨他不谈明天的有无，有妙有，无自在，无爱，这样知道？所以呢，这个通达无为的空理，这叫慧。勉强把波蕊跟这个世间的智慧做了一个结合。所以呢，如果我们安住于清净的慧，就是慧明自心，就了解哦。啊，这是清净的。智明外境，也就是对外的这些处理啊，好，这属智。那安住里面的空慧，那明年会不会有这个柿子呢？何劳再问？不需要问啊，所有一切无常，或许明年柿子有，而没有你，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他已经没有什么烦恼了，他已经没有烦恼。这个就是柿子与波蕊，所以一切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如果能够用波蕊的智慧来勘破世间有为法啊，从自己的四大内在地水火风，外在的一切万有都知道这是缘起。那这个缘起的万象，它不会永恒存在，所以。这个没有实法跟实我，没有实在的什么叫法，什么叫我，认知的这个当下就是这个当下的发生，这样子啊。那这个呢，如果我们能了悟这个觉性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然后证入不生不灭常住真心佛性，这个叫慧。
那我们刚刚讲啊，外界的所有这些缘起的万象，没有实法实我，你能够了解，这叫智。所以慧是基础的能力，发展出来所有的了解的功能叫做智。那对于世出世间的所有一切诸法都能彻底明了，在里面呢，无染，就是不执着，也不染着，也没有邪，也没有障碍，这个叫做般若妙智慧。这个是诸佛亲证的，这个叫诸佛亲证诸法实相的本觉智，就是般若。讲这样会很抽象吗？还没有亲证空性，当然还是会觉得有点抽象，但是你必须用这样的知见的收集，来让自己使用在所有一切。